鞠婧祎离开石矶美颜就崩了，看看淋雨后的她，抓拍过于真实了。鞠婧祎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唱跳歌手，如今走在演艺圈内，凭借着自己在表演上的天赋，打开了一条新大陆。拥有着四千年美女称号的鞠婧祎，换上古装之后，仿佛像是从天而降的仙女，而且一张不食人间烟火的面容，让她成为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。在淋雨的时候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这个时候开不了滤镜。然而离开石矶美颜的鞠婧祎就崩了，看看淋雨后的她，抓拍过于真实了。即使在淋大雨的时候，鞠婧祎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演员，能够把角色完美的演绎出来，看到了她在表演上的天赋，同时也感受一个演员的专业素养。虽然鞠婧祎并不是学习表演出身，可是她在角色的演绎上完全没有暴露自己的短板，甚至还得到了导演高度认可，并且在演艺生涯中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始。